做三宝的功德，我不断的这样来修行啊，那就这些内外不清净的恶业，外就代表别人障碍你，内就代表你的心，包括你的身体生病还是心起烦恼，就很容易净化掉啊。所以这一点，那各位这一本里面还有很多关于因果的啊，布施花有什么功德啊，杀生有什么业报，那麻烦各位要回去好好看一下，好不好？来，请看另外一本，这一本里面有个白色的因缘果报这一本，这一本很重要，我希望各位以后自己多印一些，分送给亲戚朋友啊，因为很浅显，但是每个人都很关心自己的幸福，从一步一步来啊。这里面因跟果，你要得到什么果？因为你种了什么因，就有那个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很浅显。我们只念几行，那以后各位就自己去找答案了。来，第一条，财富，今生幸福是何原因？这个果，过去的功德，来，因为你过去是有造善业，就这么简单，多做好事，所以这辈子很幸福。第二，富有与贫穷。为何有些人很富裕，而其他人却非常穷？特别我们中国这二三十年来，产生了很多富翁，对不对？以前我们都住乡下房子，现在大家都住楼房，那个车子。但是有些人有，有些人现在还是在很穷啊。啊，好像有点不公平，不是？这是业报不一样。你过去有积善业，就像汽油一样，一点火就发了。他过去没积善业，那现在像水点不了火了，还是在穷。所以了解如此以后，所以慈善为什么呢？念下来，他们富裕是因为前世他们热心于慈善事业啊。所以我们慈善会，大家多集合大家的力量，帮助老人，帮助贫穷人，放生，做好事，大家要加入很多慈善会，钱多钱少没关系，一个月出100块，台湾人喜欢这样，家里5个人就出500块，每个人都做功德，全家都好。乃至公司老板厉害哦，我们公司有100个人，每个人一个月拿100块，集合起来，这个月去那边做善事，下个月去做那个，全公司人都有福报，这家公司就发了。啊，这100块干嘛？老板就加薪水，然后你们就拿出来了。啊，就让全公司有福报。第三，来快乐，今世为何能拥有快乐及和谐的家庭生活？礼敬诸佛，因为你在过去穿着整齐，并以清净的心礼敬佛陀，所以各位到寺庙要穿得很整齐啊，甚至你家里的佛堂，你要进去供养，至少要整齐一点，经常拜佛，那家里和谐平安，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家里一定有个佛堂啊。台湾是这样，台湾是每一个家庭，我们从小每一个家庭。中间有观音菩萨，这边关圣帝君，这边土地公，永远的每一个家庭都有这三尊，然后左边是祖先，这样，然后从小就要拜，每天要去上课要拜，回家要拜，这样啊，然后隔壁有什么庙什么庙一大堆啊，每天都在拜啊，但是变成一个习惯，从小礼敬佛陀。第四，来功德，为何今生得到长寿、财富、美貌和有智慧的孩子供佛？因为你过去是供养寺院内的佛像，所以人家造佛像来造好吧，多供养，生下来的小孩子长寿、健康、智慧啊，听话。第五，旅游，你为何有舒适的交通工具供你奢侈的旅游啊？有些人开宝马、开好车啊，出国经常坐飞机啊，啊，为什么？来，社会关怀，这是因为你做了有益社会的工作，如造桥修路，所以为大众的多出一点钱。那大众要盖礼堂啊，盖医院啊，造那一条路啊，盖那个桥啊，现在人很喜欢用公司的钱来投入于啊社会关怀，帮助贫穷的农村啊，这样非常好。那你就可以环游世界，而且坐的都是最好的车子。第六，来服装，为何你能拥有许多美丽的服装，而其他人连破头巾都没有？共生，
因为你供养袈裟及其他必需品给僧人、隐士和其他有需要的人。所以各位，冬天到了啊，那很多出家人，甚至我去青海啊，都看到他们，甚至那边很多阿尼啊，啊，我们下个月在缅甸，缅甸出家人有40万人呐、啊，啊，所以我们去那边就是供袈裟，一直供袈裟，斯里兰卡也特别多，泰国特别多，啊，就供养这些出家人袈裟，因为他们很容易就坏掉，他们就一件呢、啊、包一包这样而已。那在我们中国的就比较苦了，像五台山、普陀山，冬天到了，那各位就布施那些出家人好的衣服、暖的衣服啊。第七，美食，来，为何你能拥有富足的美食，而其他人却挨饿？布施，因为你在前世布施食物给挨饿的人啊，特别是施食鬼道乃至饥饿的人。第八，贫穷，为何有些人今生要挨饿和没有足够的衣服穿？自私，因为他们不愿意与不幸的人分享自己的财富和所拥有的。第九，富裕之家，一个人为何出生在富裕之家，使他能享尽荣华富贵帮助？因为你在前世做慈善事业，并与他人分享自己所拥有的。所以各位，你要赞叹你的儿子，你的儿子都比你有福报啊！你现在赚足了钱，他才来投胎的。因为人家上辈子很会布施的，现在他就选去美国留学，还英国还要挑啊！以前年轻人连读学费都没有了，还挑啊！一代他们过去会布施，有那个习惯。第十，来，幸运，为何你的生活稳定、快乐、成功和幸运？有个儿女成群的幸福家庭。寺庙，因为你帮助建造学校和寺庙，供人礼拜，这最重要啊！寺庙、学校，啊，我们大陆很多希望学校，现在在偏远贵州地区，很多小孩子没有午餐啊，啊，学校配备不好啊，各位多去探听，现在网络上面很多啊，哎呀，大家就捐钱啊，帮助啊。第十一。反过来，长得外表漂亮，来，俊俏，什么秘诀使你今生长得美丽和英俊？鲜花，因为你以鲜花供佛，同时对他人没有敌意和嗔恨心，所以不要恨，再来多供花，外表很漂亮，很有人缘啊。第十二，智慧，为什么你的今生比别人更聪明和有智慧？协助佛教，因为你协助僧侣、教士和学者弘扬佛法和推广佛教道德观。我们这个社会最需要的是道德观啊，道德文化。那所以各位呢，多推广这样子的 DVD 啊、书啊啊，那些拿给别人看啊。第十三，来，受欢迎，为何你能在朋友群中受欢迎，到处受人赞赏？爱心，因为你在过去是以爱心对待他人，并且对任何人都没有伤害之心。第十四，夫妻，为何有些夫妻能过着幸福的生活，而有些却整天争吵？过去是因为这些幸福的夫妻在多次的过去是一起缔造善业。所以各位，做好事你要跟你老公说，走走走走，你也出一份钱啊，夫妻一起做善事的意思。他虽然没有来参加，拿1000块来干嘛？放生呢？你去放也要拿他的钱，对不对？啊，就夫妻做好事，然后生生，像佛陀的太太，佛陀太太耶稣陀罗嫁给佛陀500世，嫁给佛陀500世，为什么？佛陀有一世出家修行，修行到有神通。然后呢，他一个人在山上修苦行，他把7代的祖先都布施完了，借着财产布施完，他在山上修苦行。那有一次下山要来找盐巴，因为出家人以盐巴洗澡的，结果那时候很多人拿花要去供养，一问他说，哇，有佛陀到他们这个国家来，他第一次听到佛陀这2个字，心里很欢喜，但他身上什么都没有，那我也要供花，
结果那个时候有个女孩子穿个青色衣服，叫青色童女，手上拿了七朵花。那个时候我们佛陀过去是上会童子，就拿身上所有的钱，他说我把我所有的钱500金都给你，你卖我5朵花好不好啊？哎呀，大家供佛我也要去供啊。这个女生说不行的，这个花国王说要了我不能给你啊。哎呀，请这个善财童子，哎呀，我难得听到佛陀，你就卖给我吧。结果他正在讲的时候，这个青衣童女看他很帅，他就说好，如果你要我的花可以答应娶我做老婆，而且生生世世娶我做老婆，我就把花送给你。结果我们三位童女多伟大，她不要女人，但是为了要供养佛，她答应了。好，我生生世世娶你做老婆，但是我出家你不能障碍我。我如果成佛，你跟我出家，生生发这个愿哦，我才愿意。好，那个女生，那个青衣童子，好，就把5朵花给她，再把2朵花，你就帮我一起供养吧。所以他就拿了7朵花。各位早上在念，下午在念供花的时候，叫7朵红莲，就这个意思。7朵红色莲花，然后三位童女拿去燃灯佛那边供出去的时候，别人的花都掉在地上，只有他的花5朵花在上面变成幡盖，2朵花在佛陀的肩上变成装饰品。佛陀也要受记啊，这个人发菩提心这样供养，将来成佛叫释迦牟尼这样。所以从那一次开始，他们两个生生世世做夫妻，然后佛陀每一次就出家。佛陀如果做国王，他就做皇后，这样，一直到佛陀出家了。后来耶稣陀罗也跟佛陀出家。耶稣陀罗有个特点，你们女人要注意听啊，她真漂亮啊，而且她死的时候啊，80岁的时候死的时候，死掉的时候脸变成16岁的女生。她80岁的时候有16岁的女人的脸，为什么？因为她生生世世用花很虔诚供佛，这样。啊，所以有这个果报，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各位没事要供花，好不好啊？在家里啊供花，一个佛像啊供花，一朵花也好啊，而且不要生气，没有嗔恨心啊，就能够如此。我今天一直引导各位布施食物，念辨食咒。我希望各位成为日常习惯，点个香，点个水。那佛经这样写，甘露味精，他说如果你经常布施甘露给孤魂野鬼，更是布施食物给那些鸟，得到这20种福德，而且20种缺一，20种通通得到，不是1种2种。所以我们大家念一下，希望大家有信心。来，甘露味精118页倒数第七行，来，甘露味精云，若当来世能持此经，当知世人以为遍摄20种大福德聚，何为20？一者，现在不为饥渴、穷饿、疾病、衰祸恼扰身心，所以经常施食，不会穷，不会饥渴，不容易生病啊，不好的命运不会在你身上。第二，来，人有所食大，若不美不皆成上位，就是说不好吃的吃在你嘴巴都会变好吃。啊，第三，来，其人所入也道，从毒和合草药，终不能伤。所以你去到哪里不会中毒，不会被毒虫咬，经常施食。四者，其人鬼神罗刹精魅魍魉，观之如佛。所以你这个人外表就像佛了，鬼看到你都要拜你，拜你，不会欺负你。啊，看到你就像看到佛。如果各位经常施食。第五。其人诸佛菩萨天仙龙神护如眼睛啊，你是佛的眼睛啊，佛要救苦救难，你替佛在救苦救难，所以诸佛菩萨永远保护你，像你他的眼睛一样，所以你就不会有灾难。六者，其人所有疾病落业落魔不能近身，恶业也好，魔鬼病，像非典这些东西跟你都没缘了。经常施食人不会有这些传染病发生。七者，其人寿命增进，若安觉安，处事吉祥。除了长寿，好睡觉，睡醒以后精神很好。什么叫处事吉祥？这个机器坏掉了，别人摸坏掉了，你摸就好起来了，叫处事吉祥的意思。各位要这样修哦，你修好一点，以后你老公做生意，到底要怎么办呢？他问你，你讲东就发，你讲西也发，
就是这样啊。我老实讲，我以前我过去在家那个太太就是这样。我决定要投资一还是二好，我都问他，问他就发，问我自己就不发。我没那个福报啊，我就适合出家啊。但是他就触事吉祥，碰到他就发，100块放在那边就变10000块，就会发啊。所以有时候你生小孩就会发，你生了这个小孩以后就开始发，他就过去修这个福报的了啊。所以叫触事吉祥。八者来，其人亦旷野伐草水草，自然称是。你到荒郊野外没水没草的地方，你到那边自然有水有草，就变成这样。所以各位要修福报了，也带给别人福报。第九，其人头貌一月，肤体光泽，无有恶色啊，经常施食，脸发光啊，外表漂亮啊，气色好啊，无有恶色。十者，其人常逢善友，乃至菩萨现为侣，你都会碰到好朋友，乃至菩萨，观世音菩萨变成你旁边的人来帮助你，经常施食。十条，后面还有十条，复次一者来。其人未来长生刹帝王家啊，出生在豪贵家庭。二者，其人具足舍利，受乐持戒。舍就是漂亮，利就是有力量，长寿快乐，口才辩才都很好，经常施食。三者，其人长生诸佛菩萨前啊，往生以后得生净土。四者，其人所在之处福藏自现。你生在哪里，挖挖土地里面都有黄金啊，叫福藏自现，就是好的东西你都找得到就对了。五者，其人恒得他人恭敬世间啊，走到别人每个人自然尊敬你，不会欺负你的意思。六者，其人所有财宝无能夺者，没有人可以偷盗抢骗你的钱，因为你经常施食，护法神就守护你的。七者，其人意欲所愿，悉得称遂，就叫心想事成的意思。八者翻过来，其人不随饥馑劫难生，不会生在有灾难的地方。九者，长生天上受尊胜乐。十者，常以法喜禅悦无饥渴，每天心情都很好，吃也吃得很快乐啊。来一起念。是为20种大福德聚，善男子，此陀罗尼威德自在。若是饥渴人面诵之，即得饱满；若咒枯树，尚得生之。何咒有情不蒙其福？是故我今殷勤三说，熟累一炉，炉当一词为众生说。勿使忘食。所以佛陀说，他交代我们三遍了，愿我们大家一定要告诉别人，不要忘了，好不好啊？因为你念这个咒，饥饿的人，你给他念，他饥饿就会消除，而且那个枯掉的树都可以长出树枝来，何况有情不会得到福报了。所以佛陀说，我说三遍，交代大家一定要多念辨识咒。来，再跟我念一次：那么，萨瓦，丹他耶朵，瓦勒智地，嗡。三本来，三本来，哄，各位多念了、啊，然后把它背熟，好不好、啊？你能够念这个咒，一点点食物，点一支香叫烟供，得到20种福德聚，这个就是佛菩萨的慈悲，愿我们得到后面的所有的功德，长寿啊，无病啊，啊，得人尊重啊，20种福德聚会。所以饥渴的众生，你帮他念。后面烟供的利益有10条，我们念黑字就好，点一支香。插在树下，插在门口，插在窗外，不是拜佛的，就是插在外面的，布施给众生，念嗡阿吽或是念辨识咒，得到10种功德。我们念黑字就好，小字各位自己看了。来，一，帮助鬼道与非人，非人就是土地公啊这些。第二，解除冤敌，过去你的冤亲债主还是敌人，消除掉。第三，清净恶业，我们过去杀生偷盗的恶业也可以消除掉。第四，健康长寿。第五，富贵安乐。第六，处所吉祥，所以希望家里工厂平安，告诉那边的人多点一支香，甚至点3支香，烟供香都做布施。现在你去佛教文物店都买得到烟供粉，还是自己做都可以，
只是食物就好了，烧起来会香就好了。因为鬼是吸味道了，这样了解吗？啊，鬼是吸味道了，所以你直接布施食物，那些孤魂野鬼，特别刚死掉49天的动物，叫中阴身。中阴身人刚死掉49天，也以味道做食物，啊，所以你只要点这个有味道的香香的东西布施给他们，然后那处所吉祥，那个家里啊快乐。第七，哎，天龙地起永护，天上的神龙，世间的鬼神保护你。第八，翻过来124页，速获功德啊，你做什么事情都能够满愿。第九，可满所愿，满四种愿，叫习增怀诸。习就是痛苦停止，生病停止；增就是增加福报智慧；怀就是人缘很好，你请工人呢、找职员都找到好人；诸就把障碍断除掉。所以呢，如果你做烟供，可圆满这四种，叫习增怀诸四种事业。第十，速证佛果。那我们大家念佛早成佛。把今天所有功德回向，愿以此功德放生功德啊！我们今天放了34万尾的众生啊，随喜这个功德，来十供养功德，药师烟供功德，甘露施食功德，替身食物功德，慈悲招请功德，皈依功德，受戒功德，读诵经典功德，听闻佛法功德，布施护持功德，所有功德皆回向。好，我们一起念回向文啊，回向十方法界所有，来，愿以此功德回向十方界，父母以师长，六亲共眷属，法界诸有情，八难三途辈，仰仗佛神力，消灾增福慧，范世诸天族，四方大天尊，地起水火神，诸障悉消除，任老化清凉，共证无上道，法海共逍遥，同生极乐国。再念一次，愿以此功德回向个人历代祖先、七世父母、累劫冤亲债主、所有堕胎胎儿、顺德境内外所有受苦众生。好，现在我们要念三遍往生咒，各位不会念没关系，你就想着那个往生者，好不好？隔壁曾经往生人、医院往生人、堕胎胎儿、祖先、你先生的祖先、你的祖先，想得到了，你只要想到他坐在莲花就好了。阿弥陀佛加持他，他们各个超度。来，那么阿弥陀佛耶陀那耶陀耶陀尼耶那阿弥陀佛比阿弥陀耶那摩比阿弥陀比迦伦帝阿弥陀比迦伦陀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那摩那摩阿弥陀佛耶陀那耶陀耶陀尼耶那阿弥陀佛比阿弥陀悉那摩比阿弥陀比迦伦帝阿弥陀比迦伦陀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那摩那摩阿弥陀佛耶陀那耶陀耶陀地耶那阿弥利多波比阿弥利多悉那波比阿弥利多比迦兰对阿弥利多比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那摩诃。我念愿生西。